大家好，我是十月四书长吴秀梅。COVID-19 的疫苗已经入来咱台湾，有一挂民众因为烦恼，唔敢注意防射。大家唔免烦恼，全部疫苗拢有经过严格审查甲检验。目前，咱个国外买的疫苗品质拢有经过食品药物管理署甲医药品查验中心严格审查，安全性甲药效拢合格，才会予伊入来咱台湾。针对疫苗的制作、运送甲保存，同款要符合世界规定，所以疫苗品质无问题。这边入来咱台湾的疫苗，总共有做外观、酸碱度、甲毒性等七项检验，全部合格了，才会予民众使用。最后提醒大家，疫苗品质无问题，大家免烦恼。另外，平常时嘛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才会当守护你我的健康。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报啊。那今天这个行情啊，这个当然它算还不错了哦，但是接下来我相信会更精彩啊。那基本上我陈老师一直跟大家谈，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啊，当然台股就分两块嘛，一块就指数啊，台积电啊、全职这些啊，另外一块啊就是个股哦，就是个股哦，所以这两块是哦，你要搞得很清楚，对不对？指数涨，我们只是觉得台积电今天涨，对不对？指数跌，我们今天不管台积电跌，对不对？哦，但是另外一块啊，就是对不对？就是很精彩的个股了哈、哦。那当然是看你喜欢哪一种哦。你如果喜欢看指数的啊，看全职的啊，你就要多看一些哦，爱给看一挂新闻了。那你要看个股的。啊、你就多看陈老师的就好了。哦、那赚我是觉得赚个股啊，对不对？赚全职很难哦。每大刚看啊，下面几只被矮塞被台积电，下面几只也塞被联发科哦。其实我陈老师，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陈老师，哎呀，那个哦，那个跌下来怎么办啊？是不是？我有跟你，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这一波再上去啊，你会赚很多。啊，你要买对的话，那我陈老师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也跟你讲嘛，对不对？啊，你建户一礼拜去救传善，啊，去救生计，这不是办法、啊，对不对？我昨我就连笑话，和财政部长听，对不？你一定爱回来买电子股啊，啊，你无你，我跟你讲，你有小心定死，我跟你讲，因为我不是说开玩笑啊，台湾我跟你讲，传产可以不涨，生计可以不涨。你涨电子一样涨，对不？啊，你今日财政部长，你去救传产，你去救生技，啊，放我点住了。哦，那我是觉得可能大到尾啊，大家拢死了了。为什么？哦，因为电子股在台湾的这个市场已经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你不要在那边自作聪明了、啊，财政部。哎，我电子拉一拉。我把它出一出啊，然后呢，我这个船厂拉一拉，我再把它出一出。民进党诶，真的蛮不是东西呀、啊，对不？哎，生计我再救救诶，探探诶，出一出。哦，不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你这样讲是对啊，对不对？反正这边拉一拉出一出，那边拉一拉出一出，反正都是你政府赚，对不对？你那拿了国家的钱，在那边乱买。啊，什么劳退基金、国安基金、八大行库都在那边乱买，对不对？那乱买，拿去买武器，那当然是要赚没有错。但是你不是说我点住 QQ 诶，出出，对不？啊，你民进党啊，就当 QQ 船产出出。所以你看你民进党，你最近一直的去弄那船产，你让电子下来，对，你今天个你去。张条讲，你刚才都搁入去录电录内住啊，
搁给你买电柱啊，安尼唔才对。因为台湾吼，你电柱传散生计无去无紧啊。你若一直去求传散，你予电柱一直落落来吼，到尾啊吼，就整个大盘整个都会不好，连传产都不好，连传产都会不好。哦，所以台湾你一定要真的，你财政部你一定要很注意这个问题。台湾它绝对是靠啊，以台积电、以台积电、鸿海集团为主的这整个的一个电子链、电子产业链，它太重要了。所以台湾的股票，你只要电子能涨，这个指数它绝对是会一致创新高的。你等到电子涨，你偶尔去拉一下传产，偶尔去拉一下生技，那是可以的。你不要把全部的钱都去买传产。转播的钱你去弄弄传产啊，你的电柱。点住波浪背就要落来，那你这样子搞到最后就是很糟糕。那这是我个人哦几十年的经验啊，每次都这样子。你只要去拉传产，到最后那电池死光光了，那整个都下来了。哦，所以今天这样做就对了。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子？传产也涨，电池也涨。为什么？因为你主要拉的电池，你主要拉的电池整个都有机会的。那你不是啊？你全部都去拉传产，你全部去拉传产，你点住你传产，赶紧给我涨停板。对吧？你天柱要放我挪，那搞不也穿上买落来？所以我说真的，我是提供了一点意见啊，这不是说你自己在那边看看线那么简单的，我都要做啥子你啊？我每次都这样子，你只要很多点那个船长大涨了，点柱在吸料料啊，点柱吸料搞不也打开东西？哦，那今天这样就对了，今天这样就对了，又回来拉电子了，好不好？所以我陈老师我在尊的节目里，那当然这是。这讲的就是一个东西啦，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但是你要个股，就不是这样子啦。所以我陈老师跟你谈到外的供鬼，外供的股票，你顶爱金注意啊，一定要很注意啊，对不对？什么叫很注意？你看看，像这个以前你看讲的，你看很多人说啊，陈老师啊，你讲的股票怎么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啊，陈老师啊，你这洗上 Oh my god 了啊，对不对？你看看到今天，你看一只。Oh my god， 真的 Oh my god 啦！你看游戏就要涨最多，为什么会 Oh my god？ 到今天你看三支啊，你看六十七块啊，三支了，你看看这是 Oh my god， 三支啊，为什么？你看它股本才3亿，所以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很多人说啊，陈老师啊，这一起是股票，所以我讲的股票你要很注意的。我来跟你讲，我讲的股票都有问过，问过文珠公哎，对不？哇哦，都有把杯呢，陈老师，你每次在那边开玩笑，我讲真话，对不对？人家都看基本面呢，我讲我的股票算，陈老师你怎么选股？把杯啊，把杯啊，对哦，把杯啊，你的基本面技术面研究半天，你敢有去新闻遐把杯？无啊，对不？五路财神无把杯啊，把杯一下拢看杯，结果你研究的股票来加好嘞，啊拢看杯。我虽然是开玩笑啦，但是真的，我讲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啦，真的是有人会买。我每次讲的东西人家都不买，你看看啊，真的不买。你看看这个真的是不买，那不买到最后，你看看，真的啊，都一直上去啊。那到今天，你看看，真的啊，都一直上去啊。你看看这个我没讲过吗？各位朋友，这第一集讲的呢。第一支呢 ，EPS 六块呢，7亿的小股本呢，亚信加通家，下一支的联益光，无讲，陈老师你无讲，我都无讲呢。你看看这个，你看7亿，你看看我这个讲很久了，7亿的小股本呢，7亿的小股本啊，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到今天为止，你看看也上来了，都卖掉了，安勤，7亿的小股本，这业绩很好呢。你看我那时候讲的时候，也没人要理我啊。那现在都已经几月了？一个月前在这边，我第一个发动的都没有人理我，到今天创新高，安琪，对不对？啊，你看这，怎跟你讲？展望未来会大赚哦，展望未来会大赚哦，怎我敢不讲？陈老师，你没讲，我没讲，昨天跌的那样子，你说我没讲？这，你是在给他欺负我？人拢大唔知啊，我拢大知。你只甲你讲三字，展望未来会大赚哦！科技天王，对不？哦，这刚刚来讲一讲尔，
其实我这很早就讲了啦，你看这资料也是很早，早八百年前，其实我也讲过这一支啊，只是那时候已经涨了一大段了，我就不想啊，最近拉回来，拉回来我就跟你讲嘛，昨天就给你贴一下，对，张开大姐，对，展望未来会赚，会大赚哦，啊，会大赚哦，哦对，哦强中之强，对不对？你看今天，对不对？你看看。但这股票说真的，它也是已经一大段了，好不好？它也是一大段了，它也不是今天才开始涨。只是昨天我跟你讲了，你看今天你看看你怎么买。那这个东西你看看，这个也是讲了很久了，这也是讲了很久了。你看后来你看都一直上一直上的，你卖的都一直上。所以我跟你选的股票，它今年赚六块呢。你看我第一个讲呢，三月二十三号，你看三月二十三号第一个，这很多人都卖光了、啊，你看看这个安晴，真的啊，都卖掉了。你看看啊，这 Oh my God， 这 Oh my God， 你看看，真的是这市场上真的第一个讲呢，真的第一个讲呢。你看我之前跟你讲那个有威科，你看也是一路的类比科、展会科。你都卖掉啦、啊、你看这安晴，你看 Oh my God， 安晴难道只有这个吗？我陈老师常跟你讲的东西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一定有我的道理，对吧？我今天别人跟你讲那是别人的，对，但是我跟你讲的东西你就要注意。你看看今天你看又开始涨到什么玉金光，我早就跟你讲所有的光都涨完了就会涨玉金光了，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话？你看昨天涨了金国光，今天又变成涨玉金光，那明天呢？明天会回到谁？明天会不会回到谁？所以今年的光，我就说牛年的光，牛会有光，因为古尼是尿气啊，你尿气加更嘛，所以去年光都不会涨嘛，所以我就跟你讲，今年牛年会有光的。很多人说陈老师，玉金光怎么都不动啊？今年我跟你讲，玉金光上来了又换大力光了，你相不相信？越涨越上面了，因为没涨嘛。对，亚光、阳明光涨完了，换联益光，联益光涨完了，换先进光涨完了，换中阳光涨完了，昨天换金国光，金国光涨，今天又换玉金光。所以我一直为什么要跟你谈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它有个先后顺序，然后几千块的米价，几千块的 level， 两千块的米价，两千块的 level， 五百块的米价，五百块的 level， 几百块的米价，几十块的起来一百块，这是一个观念，好不好？那你100块200块它会涨到500块，那你500块以上的到1000块，对不对？1000块到2000块，就对。所以我就跟你讲，今天的问题不是说在于说，对不对？那但是个股就不是这样子了。这结束了吗？打刚讲啊，这结束了没有？这结束了没有？啊，这结束了吗？这结束了吗？反正你就慢慢看，反正看就看，好不好？那我陈老师呢，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大礼，希望今天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杀鸡股票。那今天这三只股票呢，你就把它带上。哦，我都给你三只，你就是拿了，杀鸡股票，好不好？那另外各位投资朋友，我陈老师每一次跟你讲的东西，你要放在心里面，你们。给空空啊你，啊你不要不进了，对不？所以我讲过的东西，你看这很多啊。说真的，你真的你都卖飞了，啊，你都卖飞了。当然不是说今天在讲天域点序都涨太多了，中阳光涨太多。可是你看看现在，你看又涨到 Oh my God 了。那这个东西你也卖了、啊，一直有的人一直我的股票它一直涨停就卖了，也不知道在卖什么意思。我跟你介绍的股票会只有一只涨停吗？我跟你介绍的股票会只有一只涨停吗？我跟你介绍的股票会只有一只涨停，今天也是来创新高啊，从30块啊，今天也到50几啦、啊、昨天才讲的啊，张博够，所以没讲吗？好不好？好不好？那今天呢，这只股票给大家，希望大家接下来来拉近一点。我跟你讲，注意就注意，好不好？因为它明天又涨停，会不会？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讲，我没时间等你啦，我真的我是没什么时间，我没什么耐性的，我现在真的没什么耐性，你知道？真的没什么耐性的，你只要我在那边讲讲讲，而且被攻傻了，你看这种气到安内了，你是我要怎么等你啦？哎，欧力上欧巴上，我是要怎么等你？你拢袂调啊！你即摆，你今仔日你甲我讲一支你就走去，啊！你今仔日一支你就走去，你甲我讲啥？对不？你今天讲什么嘛？你今天一支就跑掉了，你今天跟我讲什么？我讲的股票哪一支不是一支涨停呢？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你我今天讲的股票，各位投资朋友，不是一支涨停，是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你一支涨停就给我卖了，那看安尼乱了，大家啥咧安尼乱抬？我跟你讲，别人讲的我不管，我讲的股票你就注意嘛，好不好？同学，不是一只两只，是一倍、两倍、三倍，会一直上呢。没在给他信到就对了啦，你给他讲的股票，你给他当作笑的，好不好？我是没时间等你的，这只股票注意一下好不好？怕你买太慢，你动作，我讲这几个字哦。动作太慢，小心上去、啊、最近这个行情5.2亿的股本而已啊，六一叉叉，和和气气，仓旺大赚，和和气气，接下来就是要和气生财。那这个行情讲实在，你政府一个去救传产，一个救啥救会大？对，今仔日安尼就对啊嘛，财政部长，今仔日安尼来救电柱就对啊。你讲你无买，你得当然嘛，你买也无想买。传产是你买，也无想也去买传产，外资一直买传产哦。跟他骗笑的，穿外资哪有咧外资？台湾哪有外资？台湾都嘛假外资，台湾的外资就是恁仓库的钱啊，国家的钱，台湾哪有外资？卖跟他骗，对不？对，安尼今仔日就对啊，政府，你今仔来个脏，我跟你骂一下，你安尼就今仔就对，今仔来叫点注啊，啊，那是讲大盘啊，个股注意就好了，个股一定要注意，个股都飙到不行，你一定要注意，和和气气，仓旺大赚。好不好？小心啊，先这一支股票六一叉叉5.2亿，你小心到时候我跟你讲，你啊，一支都给它卖掉啊！你赚一支你都给它卖掉啊！好不好？今天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不要赚一支就跑了，你们赚一支就跑了。哎呦，陈老师的天域涨五倍，陈老师啊 ，Oh my God， 一直涨，陈老师啊，安晴一直涨，陈老师啊，展会科一直涨。你不要跟我讲那话，你卖掉了，你不要再讲。点去怎么会加25块？我要30块就跑了。那我没办法，对不对？那今天各位投资朋友，陈老师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哦，你就听好了，好不好？我跟你讲哦，机会都一定是要留给少数人的、啊，机会你知道，就是少数人。机会只有少数人。今天给大家三支我还没有讲的哦，我还没有讲的，你把它买好。免钱啦，我今天我没跟你收那个要创啥，那是要吃屎哦。只有10名，你再把电话打到爆哦，电话打到爆，有没有听到？只有10名，三支潜力股，大爆发的潜力股，现在目前来讲完全都没有任何被拦止。完全没有人家空干，完全不要等咧天律点序啊呢啊，展会科啊呢，人已经 ，Oh my God， 已经 ，Oh my God， 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看？对不？哎，人就无意思啊，免钱，好不好？人家老人爱收钱，我就无。哎，我们的股票哦，上看20000点，今天是不是又大获全胜？赶快来参加，参加什么？哎，我陈老师比你就浪了，怎么样了？对，这我不要多啊，十名没办法，你赚到钱再说，好不好？把它打到爆，打到爆！我跟你讲，人家今天要收钱呢、啊。我今天给你这三支哈，我跟你讲，比你去参加人家会员哦，还要多赚，没有多赚一倍，我随便你。我这免费的，你去参加人家会员，不管打几折，我跟你讲，我要是没有比他多一倍，我这三支，我跟你讲哦，爆发力哦，免费送你。你把电话打到爆，我今天我就跟北京对，就跟别的老师对赌了。
他要收钱，他要打折，他要大获全胜。来，我跟你对赌，我今天不用钱，三只。那这三只股票你一定要打到爆哦，因为最近他电话非常的多，只有十位，一定要他电话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十个，反正就等一下赶快拨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十个啊，你等一下就赶快拨好不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十个，那这十个我就，你就直接把代号拿回去。好不好？那这只股票呢？明天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注意，稍微注意就好了，好不好？不要很注意。那你也不要一只就卖了，你还看几个涨停，扎扎软没？要加码嘞，好不好？和和气气，仓望大赚。那今天这一份资料给大家。那另外呢，这三只股票今天一定要打到爆，好不好？接下来电子股会很有行情的。财政部会回来买电子，外资也会回来买电子。那你看传产，你就不要一直追啊！啊，电子有当谈，为什么要去买生技？我都不知啊。电子有当谈，为什么要去买传产？对不？嘛，碳没料嘛，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理儿？好，那今天赶快三只股票，等一下电话把它打到爆，好不好？好，不耽误大家时间啊，我们先进广告，好，下个阶段再回来，好不好？谢谢。迈向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牛年一路旺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Live 直播。上线。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SBN 财经台。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啊，这个台湾这个行情啊，说真的很热了啊，要不然昨天也不会爆出将近5000亿、啊。所以以前的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以前勾渣郎点来购买就斗笠啊，新大量就会有新天价哦，新的大量它就会有新的天价，所以重点不是在17000了哦，你不要再想那个17000啊哦，可能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指数是一回事，哦，但是个股，哦，那就更是，哦，个股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了啦。但你要买对嘛，对不对？你今天你买不对，还是说你买较少的，对哦，人一摊赚十倍，你赚一倍。我讲真话啊，所以你说，你来找陈老师。啊，我们当然我们不见得比人家好，哦，对不对？人家赚10倍，我们最少要赚5倍嘛，对不对？为老师赚10倍啦吼，我是不知识人，敢讲嘛吼，啊，咱5倍就好啊嘛。啊，你若跟你做1倍，对吧？啊，问题是落下来嘞，落下来都照跟他背嘞，那我们就能顶得住嘛。
所以你有时候你说，哎、欸，为什么说，哎、欸，有时候要找一下，我们来找一下陈老师，大家一起做。哦，大家一起合作啦，不是说我带你或者我很厉害，我不会讲那个话。大家做参考啦。那你今天花一点小小的费用，何乐不为呢？不要说一只涨停会费就回来了，对不对？那 一整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可能参加第一天你的会费就回来了，后面跟了一整年，完全就是翘脚连吹球啊嘛。啊，就当我就好啊嘛！啊，你家己踮遐，逐工安尼踮遐舞安尼，对无？安尼抬来抬去，啊，昨昏甲抬掉，今仔日阁买入来，啊，明仔载阁要抬掉，你这样又不是办法嘛？所以你有时候你自己在看行情、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你没有我们这种专业？不是用专业啦，我们当然我们消息面比你多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花一点小钱，何乐不为呢？老是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对对对，这样子讲，老是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你也不知道在钻什么，一直钻一直钻，对不对？你今天说真的，你花一点小钱，不是很多东西都很容易解决的吗？好不好？那今天呢，各位投资朋友，这三只股票啊，一定要来拿、哦，好不好？一定要来拿啊！潜力爆发股只有十米，好不好？那陈老师还是跟大家讲那一句话，花一点小钱，值得啦。我第一天我就把你会被谈回来了，在现在太简单了、啊、问题是你后面你就听我的就好了，对，我不然你每天在那样不够这样稀稀疏疏、哦、不是办法啦，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讲，对不对？你看看嘛、哦、我讲是真话， Oh my god、哦、对不对？好，那今天的这一支股票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怎么样都能买得到赚得到，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